升档，你觉得他换档换得聪明吗？你说他的低档吗？对啊，其实低档我在 day 的时候我不会用低档，对，我还是会用 M。那你这样冷气不用开了吗？其实是不用，其实是可以不用。对啊，就关掉啊，那就关掉。这样不是会也是会拖他的那个动力？其实好像没差哎、欸。对啊，还是感觉不出来。我其实感觉不出来。然后那个两个这样凸起来，我真的会一误以为自己在开保时捷。对啊，我那时候就觉得是保时捷啊。因为我之前坐那台718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它的视野就这样啊。那我们要干嘛？它的极限其实很高，因为它会有侧倾，可是它完全 hold 得住。对，真的，它原厂的避震就是这样。你会觉得侧倾很大，但是它都 hold 得住，而且连轮胎基本上还不太会叫。所以莱宁刹车，全原厂，都还没升级。对，都还没升级。看一下我们到。哇，真的，而且随便开真的就很有乐趣，然后弯速又很高。还要避它。他真的盯很久，他才知道换挡。对对对。我们帮我拨一下。对。一般都二档三档啊，才够力。对，才够力。这种车来配5.3雷达三的人，我操，真的好。这叫二档，这美退真的是。对。他自己也不会自动降，他不会自动降，他是逼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帮你降。我刚刚这样要法夹弯，要踩那个刹车，对，就会明显感觉到，跟我那个改过，帮那个来临片那个我的沙漏刹车，重力差就差一截。对，那还是厉害。但其实都是刹得住啊，我觉得这原厂就刹得住，因为 Tony 哥，对啊，因为他轻。细平的下坡会不会？会过热，但是制动力是够的。因为 Tony 哥就说，他说只要换个皮就好，因为原厂耐温太低了。他说制动力都差不多，对，但是就是耐温不够高。耐温。对，他说卡钳完全，这车完全不用改。因为 Tony 哥说他都够用了，我怎么可能不够？或者身体会因为右转，然后左脚，哦对啊，膝盖会顶在膝盖，我也是啊，我也是，所以我在 day 的时候，其实真的要穿长裤，换脚有点痛。你还会选择改到原厂？我其实很想改，但是它有气囊，又有喇叭，头枕是有喇叭的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舍不得。直接改掉很浪费了。这种车如果装那个 7RS 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就很像轨道车。我这有坐过，真的是轨道车，很夸张，那真的很夸张。那你踩这刹车，你会踩用力吗？我会啊，一脚踹到底啊。对。我也觉得绰绰有余，但跟你们在跑的时候加速还是会有差。可是其实真的像这种小365，我觉得都够用了。106会稍微觉得不够而已。对，就是很近，虽然说很近，可是还是很危险。如果对面来的最快，对啊。他的比较会车，对啊，脚踏车这样骑是有问题，对啊。
车头真的算长。这手牌都要开起来。手牌哦。而且我一直以为它这么新的世代了，已经有自动补油了，结果连到第二、啊啊、都没有、啊。也没有哎、欸。对啊。他反而自拍的会补油。对啊。这个原厂排气管。原厂啊。可其实就有点感觉了，因为开着跑。而且你不觉得它很好上手吗？这样有用吗？没有用，下来你就真住了。对，下来你就看不到路了。这根本就是做白做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它应该也要可以挡那个由上往下来的那个光线。哎呀，你叫人车吗？这也不是 EA 吗？好像是，今天好像有 EA 的复刻版，你有看过吗？最近没有哎、欸，它是15，然后外形好像是仿当年的那个 FD 啊。哦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方灯，新车吗？新车的样子。我看我舍友他签了一台，然后以他的那个叙述内容。配色当年那个都完全配色，对不对？有一个车手，然后有他当年的车衣，比赛车的。这下坡三档应该都不够。三档没办法，要二档。三档会下坡、哦。你说，我觉得我三档一下就很高转。啊，对，一下就很高转，因为速度很快吧？对，好像是。对啊，这速度很快啊。喜欢跑车，我觉得这里好玩多了。这里路况好啊，车子也少啊。然后我觉得它的弯比较多样性啊。对。对啊，细平就是到底发夹，到底发夹，然后路很烂这样子。我觉得这里好玩很多，我喜欢跑这里。但这里的缺点就是比细平还是窄一点。哦，对了。可是这里也真的车可能会比细平还少、啊，因为你这里就是瑞芳到这里嘛，他现在还有谁走这啊？我上一次走这，居民。对啊，你除了住这附近的居民要去瑞芳工业区的。对啊，还有我们陪家的，真的是没有人会走这了、啊。我们之前夜跑也好几次夜跑也是啊，沿路下去没有看到半台车啊。当地人也不敢走。对啊。也怕你，对，这里又很硬啊。
对方加油好了，没有。哦，你要加油。对，我刚好没有。原本想说附近试一下够，下来再那就顺便加。对。应该亮灯了吧？37。还没有，还没显示。还没亮。我看到零。刹车油也没换过，下一次不然还要换了。